当我茶里茶气地和我男朋友说话时，哥哥，什么哥哥？这说啥呀？我心情很不好，能陪我聊聊天吗？什么聊聊天？你别这么阴阳怪气在这装乖，怪里怪气的，能啥了？哥哥，我是不是打扰你和别的女同学打电话了呀？我没有和别的女同学打电话啊。啊，你自己看，哥哥，你别凶我嘛，对不起。我这还在凶你啊？哥哥，对不起了。你，辉煌哥，你能帮我做啥呀？我知道，爱情分先来后到，但是我迟到了，你能原谅我吗？我迟到了，你别这样，你正常一点行不行？你真的正常一点，求你了。你现在如果这么乖，那我前几年不是白白惯着你了？你嘘，少说话，我去给你哥哥，我去给你拿点东西堵住你的嘴。官方的回答了他的废话，怕他嘴巴只会把路